好久没吃羊头羊蹄了，今天吃羊蹄子加一颗羊头。这羊头羊蹄子做的时候把毛猴取了，涮羊头。这浓浓的肉味直冲天灵盖。今天是我们当地5月30号。你们猜我们这边温度是多少，你看一下。7度，跟冰箱保鲜那个温度。羊头中的三宝：舌头、眼睛和羊脑。羊眼中，开始到羊头上最好吃的那块肉，眼窝肉，就是没有任何一口肉能比得上这个。我的认知里边，没有任何一口肉能有这个眼窝肉香，太香了，无令格令味。看我们草地羊的羊是黑的，草地羊，这叫吉林郭勒草地羊独有的标志。哇，该吃羊脑了。
轻松拿下，一颗羊头，俩羊蹄儿，俩羊蹄儿，明天见。